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喜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7期的节目。今天的话呢，很开心给大家来做这一款MPM 系列第12号。之前在做11号的时候呢，已经有风声说呢，11号的这个 Ratchet 呢，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封笔之作。那没有想到呢，之后呢，没多久呢，就破出了这个谣言，第12号推出了人气度非常高的大黄蜂独立电影啊，《Bumblebee》。里头这个在赛博坦星球的 Artemis Prime，当然来到地球之后呢，它呢也是保持着这个造型。那么这一次的玩具的话呢，我算是就第一波时间我就入手了，也很感谢这个台湾的这个陈友元大大呢，很快的呢就发货给我。那么呢，它有一款玩具呢，实际上来说可以说，跟我预估的状况呢，几乎是将近95%是跟我想的是差不多的。怎么个说法呢？首先呢，它是大黄蜂独立电影的话呢，之前有这个 SS38 的这个模具，当然我这个是另外一个精图版本的啊。我当时的估计呢是这个呢可能会是它的一个类似于加强版。那各位可以看到啊，涂装我们就不说了，这一次的涂装非常的不赖啊。身上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啊，像胸前的这一块，由于是透明部件上面去涂的啊，你看到这个雨刷啊，还有这个红色，这个瓦红色自带点消光的效果。身上呢还有一些干扫什么的，哎，这个枪掉了，这不是重点啊。这个整体来说，涂装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包括原本塑胶的颜色都是有进化的。再来是它的身形也更加的好看，比例也更加的 OK，以及背后的造型，可以看到背上后面这个背板，相较于这个版本的话，除了涂装的精细程度就不说了，比例来讲也是更加的正确，可以说是大幅度的一个进化。但是呢，你要相较于 MPM 嘛，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啊，这 MPM 前面还是一个 MP 系列，对不对？MP 系列的话呢，其实先前早几年，各位还记得 MPM04 吗？尽管大家抱怨它的很多的一个，比方车型下的一个密合度啊等等的，涂色涂了一半什么的啊，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啊。这一次的话呢，它的一个涂装，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不会再有那种什么像是这个令人诟病的这个油桶涂了一半的这种状况啊，还有这个最后的一个密合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家伙身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可是呢，零件数的减少，各位也能够看得出来。不过呢，这个还是要扯到啊，这个电影造型的一个变化，各位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了。早年的这个电影真人电影系 Michael Bay 时代，到了现在啊，这毫无疑问，它是将 G1 的更多元素呢，又融回了真人电影系列里头，可以说是从 G1 走到了真人电影。现在呢，又往 G1 的方向呢来做一个变动啊，人物的线条，还有整个部件零件的翻转推移的话呢，相信你如果实际上把玩过这款 MBM 十二的话呢，你也会有这一种算是返璞归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本体啊，除了刚刚掉下来这把枪啊。这是他这一次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配件吧。这一次的枪的话呢，后面的话呢有一处，还有两处、三处，一共有三处的一个凸，你可以选择去扣在后面这里啊。那我个人的偏好了啊，是我刚刚扣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枪柄是朝上，这样子来扣啊，可能但是这个孔洞有点松，最适合扣的是这一个，最适合扣的是这个。但是呢，扣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你是把它往上扣了啊。往上扣可能好一点，因为你往下扣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枪柄啊会从前面露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没那么好看。那么这个枪当然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翻转变形了，这个也是 G1 形态的 OP，虽然这不是 G1 的卡通啊，但是还是非常非常像的。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那么呢，接下来我就要提到这款玩具呢，我认为的，整个产品里头，我觉得我最不能满意的就是它这个手指啊，它这个手指啊，你看到没有？它是拇指、食指，还有后面的三指。那么呢，它的指头真的就只能这样啊，它的手指永远是保持这样子的啊，并不是一个多关节的可动手啊。这里啊，看上去好像是可以折，其实是不行的啊。
那变成说他的一个手的，我知道，我理解他的意思啊，他的这个手啊是要方便呢去做一个把胸口拉开的那个动作，但是呢就在不拿的时候呢，他就是会有一个严重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缺点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握这个枪啊，给各位展示一下，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就扣上去就行了，甚至这个握枪也是 OK， 但这个握枪的时候这个拇指一定是要朝下啊，然后呢把它给按上去，按上去握紧 OK， 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它一个持枪的一个状态。那么持枪之后啊，这整体的一个体型身形的话呢，绝对是非常彪悍的一个Autobot 的一个领袖人物了。然后他的另外一个缺点不是在他身上，我讲一下这个说明书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混蛋的说明书，因为他的变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呢他讲的过于繁琐也就算了，还印的真的是因为是灰色，就是我像我这种老人家看这个说明书真的是非常痛苦。那就是他的缺点真的就是很小很小的地方，说明书还有手指不好看，其他的地方我都可以给高分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一些细节。首先它这个头型啊，这个头型真的非常好看我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小分色，耳朵跟这个其他的这个部件，你看到没有，耳朵跟其他地方分色是不一样的。然后呢面部的话呢非常深沉的一个口罩的铁灰色，眼部的话呢是有一个透光部件，但是呢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如果还有所谓的 OK 改良版本的话，我估计这个眼部发光我看是少不了的了。然后胸口的话呢非常非常体贴的用了深沉的蓝色，非常非常的漂亮腹部这里内外骨骼啊，内外装甲的感觉细节啊呈现是非常多的，但是呢铁片的感觉很多，但是机械感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只能说这个是盔甲感比较重，但机械感我觉得一般般，并没有特别的一个丰富。然后的话呢这个胸口可以打开，里头有一个领导模块，里头也是满满的细节。那这个领导模块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怎么抠都抠不出来我用道具去挖呢它也挖不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我没有资格拿它吧，我也不想拿了，然后所以可能我会死掉吧。那你知道一下里面有个领导模块就好了，那我也就不展示它把它拉开的一个形象。但是呢这个手啊，这里刚刚有提过了这个手啊，它是很明显的这个手上的这个 L 型啊，它就是为了要去致敬，高度的去致敬还原到它的这个把这个胸口拉开的这个感觉。那这样稍微转动一下就可以很漂亮的做出这个画面的感觉。And 呢等一下，我刚说很简单的结果做不出来就丢脸了OK 调整一下，好，这样子把这个胸口拉开的感觉 OK， 这样子有没有感觉很帅摆造型啊什么的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好看。那么呢它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关节很紧，这个二头肌转动的这一块啊紧到不行，我已经上了很多细油了，它还是非常的紧实。然后这里有一个弹簧的部件啊，很好，这个跟我们前两天跟大家做的那个 UT 的那一款这个尼洛的话呢是一样的有一个这个肩部这里有个往上移动的一个感觉。还有这个齿轮的声音啊，各位应该有听到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齿轮的一个声音了。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关节，非常非常的紧它这个的话呢应该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是齿轮关节，这里可能是齿轮型关节，这里是有磨的感觉，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还是不要太常去磨它比较好。然后的话呢手臂啊，有人嫌这个有一个门板手还是什么小臂后面过于累赘这个坦白说啊，这个我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就姑且把它当成是比较粗壮的小臂就可以了。然后背后啊，这个在 SS38 被我批评这个背后啊比较丑的这个部分啊，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涂装，后面它这个地方有点像干扫一样的东西。然后裙甲的话呢侧边前面还有后面啊，这里都是可以动的，那个在变形的时候也是会需要调整到。然后脚的话呢前后左右踢，给各位示范一下你可以听到这个齿轮关节都是有的前后左右都是有，膝盖也是有的。然后有一个接地啊，那膝盖的话呢大概只能弯到约90度。那轮胎的话呢在侧边，这里也有干扫的一个感觉。整体来说呢玩具的一体性啊，各方面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非常之不赖也算得上是有分量，够扎实强壮，摆在展示啊把玩的话呢两者都是非常非常
有看头的。那我们来进入这一款 NPM 12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先从腿部变形开始啊，因为我希望呢赶快让它能够坐下来啊。首先的话呢，变形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呢这个部件也往上挑，然后呢这个后方这个部件也给打开。我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先把这个内部的这个铁块呢翻上来到上面。到上面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它的上方呢是有一个两个凸的，对应边它是有两个凹，把它给扣上去啊，从这到这里把它给扣上，这个部分呢就 OK 了。这个尾油箱呢再盖上去。再来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进行这个部件往上这里旋转上来之后，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凸啊，这里有个凸，这里有个洞，把它给扣上去啊，把它给按下去。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脚掌的话呢由内推到内部去啊，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里推上来之后它可以往内推进来一点点啊，你把它往内推一点点，这样一来再往下压。然后呢这块部件的话呢怎么翻呢，你要先翻这里再推啊，你不能够直接抠，你直接抠这边的话抠不动啊，要先推后面啊，这个是一定的一个变法。这个部件的话直接往后面折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先回复原位，然后呢再回过来，这里有一个凸跟它那个结合，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一块的话应该是直接塞进来就可以了，那么这一侧的腿呢就算 OK 了。另外一边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把这个尾油箱打开，这个地方打开翻折直接扣上去也是可以的，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干涉。轮胎是从侧边打开，侧边打开啊，当然这一块部件啊可以先把它给挑出来，侧边打开轮子，然后呢这个铁块呢翻上来啊，这个铁块呢平常藏在小腿内部，然后变成车的时候呢是在车子的中心点，所以这一个重量的分配我觉得是还蛮合理的，非常的不赖啊。然后呢这个部件往后反折到这里，把这个轮子塞到这里面，然后呢这个脚掌是可以往中心推啊，往两侧中心是可以推一点点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几个卡扣呢才能够扣得上，包括这里跟这里。然后这个地方还没变啊，首先说过了啊，先推后面这一块，推直这块部件才能够推出来。然后呢两腿的话呢就可以做个简单的合并了啊，有一处两处还有这里三处的一个合并，在这里好，三处都给扣上了啊， OK 了。这个地方呢稍微压一下，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它的一个胸应该要肚子跟后背都给解开，肚子这里翻出来，背后这里主要卡扣在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这个地方给松开。好，前后都松开之后，我们先把肚子里头的这个轮子啊先往外两侧翻出来，不管怎么样呢先透过这个地方这个转折先把它给翻出来。好，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个胸口以上的翻转，胸口以上就好了，只有胸口以上做一个翻转。好，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里有一块凸，它这边有个凹，这里推过来，这里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组合了。这个时候呢终于可以让它呢变成一半的一个感觉了。先把这一块部件往下翻下来，这里扣上，好， OK，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上已经变形完成一大半了。再来呢我们做一个地方的一个组合，这个地方这个轮子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轮子这里是有一块凸，在这这个凸是长凸，另外还有一个短凸，看到没有，这是短凸，这是个长凸，我们要长凸呢去扣，这边有个洞在这里。那具体的扣法的话呢是利用这里啊，这里面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它有个双动关节往前搓，你把它往下折之后往前搓过去，基本上呢这一块部件是要搓到这个空间里头来啊，这里不会影响到它，搓到这里来，搓进去到前面这里，你可以先把它给扣上，先强制扣好一边，再去弄另外一侧，另外一侧的话呢可以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去把它组合完成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把这个长凸给弄出来，然后往前面推一点点，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好的，那么前轮一旦固定之后的话呢整个结构呢就更加的完整了，然后它有一个真胸的一个变形，非常的漂亮，这个只要往前面推一点点把它拉出来就 OK 了。再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头转正之后往后做一个翻折下去，下去之后的话呢这里不是有两个凸吗，这里不是两个凹吗，把它给往上面翻上来扣上去。好，这块部件记得把它往后翻下来。接下来的话就是把手臂啊，就是 G1 那个 OP 手往后面背放进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手臂的话先做个简单的一个变形，首先这个手臂这个打开，把这个拳头给藏进去。再来的话呢手臂啊是要做一个反折的，
反折，然后呢转动这一块二头肌，就是我说非常紧的这个二头肌，然后呢把这个顺势的往下翻下来。那这个往下翻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紧实啊，因为我手上这一款真的是非常的紧，把它给塞到侧边里头去，整个手臂啊去塞到这个空间里头来。那这里的话呢，上面的话呢，散架的话其实都没有关系，并不用特别去在意啊，因为这个玩具的话，我觉得耐得住这样子暴力的把玩的，就把它给往内塞进去啊，只要前方这里留出一个空隙让它塞就可以了，到这边把它给按进去啊。对了，这里这一块要先翻出来，因为这里有一个凸，它跟这里要做一个结合，先把这里翻出来，这里记得把它给按下去。好，到这里。那么呢，上方这里散架其实都无所谓啊，最后再调整就可以了。这块部件往下翻，它的一个这里一个洞跟这里这个凸做一个结合，扣下去。好，上面这个部分的话呢，好吧，先给各位做个展示也行啊，就整个往外翻，整个往外翻，这一块部件因为比较薄一点点，好，往下翻，它这里是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好，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个密合的一个调整，你先知道相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到这边，这里的变形一样啊，先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然后呢，手腕啊，这里手腕记得是做一个打断的一个反折，然后呢，利用二头肌转到前方来。到这里，一招记得，我们要把这个小臂啊塞到这个空间里头来就可以了啊。这个跟一般的这个 G1 的 OP 的变法就是多了一个这个手肘啊。应该说小臂啊必须做一个反折，这里记得先翻出来，把这一块凸给扣到前方的这个凹槽里头去。到这里暴力的去压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这里 OK， 然后这块部件往下翻折，我觉得这块有点意思啊，人的手臂然后就好像有点变过来的感觉，有点变过来的感觉，然后这个部分就一律的把它给拉出来，上方的话呢有一些组合就把它给捏一捏扣一扣压进去。好，到这边。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这块部件了啊，这块部件很有意思啊，这里翻折上来之后它有四个结合卡扣，这里有两个红点要跟这里里头这里比较难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它可以扣下去，以及呢这里下方底部这里蓝色的部件是往上扣的，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前后轮呢就可以有一个更加 OK 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线上的一个表现了。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一些密合的部分呢再做最后的一个挤压。基本上呢，这一款 MPM 第12款的这个大黄蜂独立电影的这个 Artemis Prime 的一个变形呢，也就算是完成了啊。那么呢，这个枪先做个展示好了，你可以把它收拾一下啊。然后呢，它这里啊是有两个，我记得是有两个，这里有两个凸啊，就是可以扣到这里。那你要扣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我是习惯是把这个枪托是朝上的，这样的扣起来。OK。那有点蠢就是了，但是就也是给各位做个展示吧，他的枪是可以这样子收纳的。这款 MPM12 的载具呢其实还颇有分量哦，这是一款官方 Deluxe 等级的玩具，它大概是将近两倍的长度，然后呢车子的比重也相当的不赖主体的部分主要是在这儿嘛，然后它的一个前方比较重，所以它推的时候呢有一个带动的一个力量。然后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哎，对，我真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奇怪的一个声音呢，不知道的话呢还以为是什么，还以为是这个就是电池驱动的那种声音呢。OK， 比较奇怪一点点。然后呢它的这个枪啊放在后面的话，就是各位可以看到了，就是你可能会感觉不到那一对传说中的这个 Hello Kitty 的耳朵很明显，你看这个放上去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你一拿掉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两片耳朵。那这个烟囱的方向可以转了这个变形的时候呢你想转哪个方向其实看你个人的偏好啊，然后把它往后面转。其实人形的时候也是要调整烟囱但是我没有特别去 care 这一点点。然后呢它的一个背后比较惨不忍睹，看到吧，这个绝对是比较不及格的一个车尾部吧有些地方有空洞然后有些地方是灰色的面板，然后这两片也是相对来讲是各种
之不合理了啊。如果有个货柜给它拖的话，可能这些部分可以隐藏一下。然后呢，这里呢多了这个隐藏的这个盖板。但是这样一看啊，这个猫耳朵就更加的明显了。这个车形态的话，确实是比不上人形态那么样的完美。然后这边有一点点烟熏的涂装，那比较可惜啊，是中间这一块灰色的塑料件啊，在这么明显的一个 C 位，比较可惜啊。然后它上方的这个遮雨的，这个是遮雨吗？还是遮阳的这个板子啊？这个地方是有做出一个内外层的感觉，非常的不赖啊。然后雨刷呢做的比较精细一点点，水蓝色的这个玻璃呀，有一点神秘感觉。前方的这个 bumper 有一些也是有烟熏，还有银漆，可能还有一点点反射的一个感觉，还算可以吧。轮胎的细节刻画也算过得去啊，还是一样啊，车头是没什么问题，就后面这一段呢、就比较弱一点点了，这个比较相对不合理的。然后这个金属部件在侧边。摸起来的感觉还是可以啊，一体性还是算比较好的，滚动性也不赖啊。说实在话，除了有点怪声之外，我觉得我这一款还算 OK 的了啊。那么武器的话呢，就再一次的呢，就把它做个简单的小型的收纳。整体来说呢，这一次的 MPM12 的话呢，真的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一个作品了啊。就是一个 SS38 的一个优化版，但是呢，也没有再多给我其他的惊喜了啊。那么做工的部分呢，除了这款，其实做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说实在话啊，涂装也 OK 啊。那真的要讲的设计叫做设计不良的，就是它的一个手指的形状，一个 L 型的握法，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太迁就还原掀开胸口的那个造型啊。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好特别挑的毛病了啊。那么价格的话呢，各位自己去衡量吧。这个定价的话，我觉得是拿捏的，也算是一个及格边缘吧啊。现在入的话，台币将近3900块钱左右，那各位就自己评估一下了啊。那以人形的摆放来讲，这一款是非常之不赖的，把玩性也 OK 啊。那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